我说呀，我们应该先去找香菱。 这话应该由我来说吧。能在这里见到二位，不可不为缘分呢。近来可好？你的神情比以往更沉稳了。循着旅途不断追寻与收获。 果然是件好事。哪里？说起来，钟离这是又在喝茶听书吗？原本喝完这杯就该动身，不过时节正好，我本想漫步到青色庄一带采些蒙聂的竹笋，那里的居民送过我一些，味道甚好。 蒙聂的竹笋，为什么不能用普通竹笋？啊，哎呀，我懂了，钟离又在过精致生活了是吧？既然是这个讲究人钟离，肯定要说什么蒙聂的竹笋入口鲜嫩，滋味清香，寻常竹笋代替不了。派蒙聪慧，对我也很是了解啊。 家节在即，除了竹笋，堂主给的清单上还有不少物品没置办。不知二位近日可有其他安排？哼哼，我们打算趁最近见见朋友，还没定好要见的人呢，第一个就撞见你啦。那二位是否能想象到蒙聂的竹笋炖汤有多鲜美？大块瘦肉与清香脆笋一同放入锅中。 文火慢炖半日。啊，你是故意的吧？你以为我们会中计，然后去替你跑腿踩竹笋吗？蒙聂的竹笋很鲜美，本是事实。 说的我好馋呀！采点竹笋花不了多少时间，我一定要喝上汤。如此美事，确实值得走一趟。也好，就劳烦二位了。要是采到上好的竹笋，请务必烧一些给我。你看吧，就知道他会这样。不过。 倒不必如此匆忙。海灯节期间，街上人来人往，诸事繁杂，遇到其他想做的事，大可以顺从心意。竹笋之于餐桌嘛，无非是锦上添花之物，与诸位朋友一起享用，更能彰显它的意义。钟离，你就继续遛弯吧，我们先走啦。 二位慢走。堂主的清单，那便喝完这最后一杯再动身吧。 竹笋，蒙聂的竹笋，哦，这株才破土没多久，看起来嫩嫩的，就是它了。哼，哼，有这些数量足够了，我们回去。
救命啊！你听见了吗？眼睛看得见东西吗？有呛到水吗？缓过来了，谢谢你们。真吓人，你没事就好。救了你的是这一位小妹妹。姐姐们和叔叔好，我的名字叫瑶瑶，瑶瑶有礼了。哇，真是个有礼貌的小姑娘。我是派蒙，这位是旅行者。我叫德沃沙克，是从枫丹来的音乐人。我从石门那儿一路过来，想走去里月港，却被这里漂亮的风景迷住了心魂，不知不觉间走错了路。刚才又光顾着看瀑布，一脚没踩稳，要不是这位瑶瑶小妹妹出手相助。没关系的，德沃沙克叔叔。瀑布飞溅出来的积水会让石板路面变得滑溜溜的，的确需要放慢脚步。您之后要是遇到不熟悉的环境，尽量不要边走边想心事，只要养成留意脚下的好习惯，就不会再遇上这样的事啦。啊，好好，我都记住了。啊，您是不是肚子饿了呀？我还好。您不用这么客气的哦，瑶瑶是当地人，照顾各地来的游客也是尽东道主的情谊。您还要继续赶路的话，及时补充能量可是很重要的。我包里还有好几个莲花酥，大家一起分着吃吧，姐姐们也来尝一点。哇，这个孩子也太会照顾人了吧，连我都有份哎。别客气别客气。味道真不错，好想再来一个。食欲旺盛是好事，说明派蒙正在长身体，早知道我应该再多做一点的。你看，他好宠我。璃月的点心还和德沃沙克叔叔的口味吗？会不会不够甜？哦，很合，很合呀！我在蒙德尝过一次他们的月亮派，是肉馅的。这莲花酥用的是跟月亮派相似的起酥工艺，口味上各有千秋。至于老家的味道，啊，真是太久没有尝到了。听上去，德沃沙克也一直在旅行。是啊，我是红色巡回的主办人之一，经常奔波各地。红色巡回？红色巡回在枫丹称得上是重量级音乐盛典，我们的目标是增加规模，到每个国家都办上一次音乐节，这是我们几个主办人共同的追求。只不过后来，哎，说来话长，就不展开了。说回我自己吧，我走遍各地，除了宣传音乐之外，还有一点私心。你就别卖关子了，快点告诉我们吧。那就要从我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说起了，不会耽误各位的时间吗？瑶瑶喜欢听故事。我们也想听。好，那我就开始了。这个故事讲的是我那身为旅人的祖先，在某次旅行中不慎失足落入水中，眼看就要淹死，却在这时听到了悠扬的曲声。据说那是他此生听过的最美最动听的音乐。纵然是在那样的危机之中，新月也成功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使他几乎忘记自己将被淹死的事。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回到了岸上，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气质出尘的陌生女子。见到祖先无事，他便不发一言，飘然离去。祖先想追上去道谢，二人之间明明只隔了十几步路，可无论怎么追，却总是隔着十几步，怎么都追不上。最后，我祖先只能对着女子的背影与远方的山水行礼拜谢，转身踏上归乡之路。回到家乡，他也学着弹奏乐器，像诗人那般哼唱吟游，将这个故事传颂四方。再后来，随着故事传播，艺术加工多了起来，那位女子也就逐渐被人们当作仙女了。她在枫丹地区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传说，名叫仙女俯瞰的湖畔。人们常说，到林间水畔演奏乐器，只要水平足够好，就会有看不见的仙女加入合奏。哇！啊，在现如今人们的想象中，它变得越来越浪漫，而且不切实际。但我比谁都明白它的真实性。我抱着追溯往事的想法，想要探访故事发源地，寻找那位女子的后人。祖先当年落水的地点早就无从考证。我也知道，这种搜寻无异于大海捞针。在外辗转那么多年，我的腿脚已经远不如从前利索。这半辈子都没能完成的愿望，渐渐变成了一种执念。我还没有度过半辈子那么长的时间，但好像能理解这种心情。我也就好比是留着莲花酥最靠近花蕊最美味的那一口馅儿，明明舍不得吃，谁知它扑通一下掉进了水里。我肯定会记半辈子。请别为我难过，进展当然还是有的。我想地点就在离月。哦，是终于找到线索了吗？嗯，这就是另一个有些离奇的故事了。我知道蒙德是自由与诗歌的城邦，近来又听说风神大人在秋天回了蒙德，据传他也是音律的守护神。我跑去蒙德的教堂里祈祷，希望风神为我指点迷津。走出教堂之后，眼前就有一团树叶一直吹呀吹，往石门方向飘。好心的蒙德人告诉我，这是风在指引我去往离月，于是我就一路过来了。知音呐，我就知道有人会懂我的。嗯，真的吗？听着像是那种奇怪的盗宝团叔叔会骗青侧庄老奶奶的招数。阎王帝君重返人间了，给点车马费香火钱，我帮着转交他老人家，保佑你们全家平安什么什么的。瑶瑶你放心吧，我们对于解读迹象这件事很有经验，而且不上当受骗的关键是不把谋拉交出去。为表感谢，我确实花了不少摩拉买来几瓶美酒，供给了途经的七天神像。哎呀，哎呀，你看他。不如这样吧，我带姐姐们和叔叔去离月港的玉京台找甘雨姐姐。
我认识的人不够多，帮不上什么忙。但是甘雨姐姐，还有她一直辅佐的七星，他们什么都知道。叔叔如果被骗了，他们会帮忙维权。要是风送来的消息准确可靠，你想继续找人，问他们也是最方便的了。可这样一来，好像又麻烦了几位。我正好想把新采的草药和植物带给姐姐，顺路的。哦，对，我俩也有一阵子没见到甘雨了呢，就当是在海灯节前夕拜访老朋友了。好，那就多谢几位了，我一定不会忘记这份恩情。大家跟紧了，我来担任向导，要记得好好看路哦。啊，我的职责又少了一部分，不过，嘿嘿，那我就负责烘托气氛吧。禁止接触。来陪我玩的吗？既然要玩，就多萤火不再闪烁。商运货物请包围。欢迎来到店。这离月港与我上次来时不同，就好像是同一段旋律，但在重复演奏时增添了更多的色彩与变化。毕竟是一年一度的海灯节嘛，肯定要隆重一些的。说现在是离月港最漂亮的时候，也不为过吧。啊，我们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离得更近些，宝宝眼福了。这街景真美，看着人们脸上的笑意，不由自主就被感染了。我甚至感到音乐就在手边，想用指挥棒比划那么几下。你喜欢就好。Thank you.
大家好，好巧啊，在这里遇见你们。你好，心愿姐姐，我来为你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旅行者派蒙，还有德沃沙克大叔，对吧？都是老熟人了。上回我来璃月港宣传红色巡回的时候，愿意搭理我的人并不多，心愿小姐就是其中一位。为了参加红色巡回，我可是跟着到处跑，却被一连放了好几次鸽子，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叔？对不住啊，心愿小姐，过去几次实在运气太差，倒霉的事情接连串在了一起，才都没办成。这样啊，那也没办法。说起来，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璃月港，该不会是想在海灯节期间办音乐节吧？海灯音乐节？啊，不，我这次是为一点私事。没有海灯音乐节？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举办音乐盛会本就需要动用相当大的人力与财力，更别说我根本没接触过璃月管事的人了，现在这个节点贸然开始，未免有些仓促。哎，我们正准备去找的璃月七星就是负责人哦。对的，克勤姐姐和凝光姐姐都很厉害。哟，这不是个好机会吗？就算最后没成功，提一提总是多点希望。对，你看，旅行者都这么说了。大叔，你也不该被区区几次失败磨灭了锐气啊。至于人员问题，我可以帮你和民间艺人牵线搭桥。我朋友云锦是璃月名角，有他出面，再去找云汉社的曲艺人约一首曲子，这事情应该能办妥。心愿呢？你自己不参加吗？怎么可能？要是这红色巡回海灯节盛典能顺利办起来，我必须得是演奏开场曲目的那一个呀！哇，好有魄力！你怎么想，大叔？我决定试一试。不过想拿下开场曲目没那么容易，心愿小姐，我会以很严格的标准来评判你的作品，你可要做好准备。求之不得。哎呀，那我也不能光顾着逛街了，得抓紧时间回去练习。瑶瑶，要是顺路遇到你师姐，替我向她打声招呼。瑶瑶记下了，心愿姐姐练琴顺利，好好加油啊。刚刚我就很在意瑶瑶的师姐，该不会也是我们认识的人吧？认识的，是香菱姐姐哦。
他和我说过你们的故事。香菱姐姐心里全想着做菜，平日里磕着碰着也只会放任伤口自己长好，她需要身边人的照顾。你们一定也为她费了不少心，瑶瑶谢谢你们。我想去和师父打个招呼，可以吗？慢点跑，慢点跑，姥姥又不会走，你这孩子。瑶瑶好几天没见到您，想您了吗？好好，就属瑶瑶最会说话了。哎，是你们呐，是趁着海灯节回来看朋友吗？平喇喇说对了一半啊，我们还在帮这位德沃沙克大叔的忙，正准备带他去见七星呢。您好，我是从枫丹来的音乐人，也是红色巡回的主办人之一，不知您是否听过这个名字？师父师父，红色巡回是个很厉害的音乐盛典哦。老婆子，我还没见识过这样的事，音乐盛典听着不错。平姥姥怎么看？您是老前辈，又对璃月各种传统文化了如指掌，有您的意见，大家做起决定来也会更有方向。所以说平姥姥会不会觉得太新潮了？或者还有没有别的顾虑？哪里会呢？音乐既是历史与人文的证明，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随着时代变迁，今天年轻人们热爱的音乐，或许跟我那时不同了。但好东西总是有吸引力的。应该说，我很期待。除了我的外祖母之外，您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老妇人。
大家的嘴都跟抹了蜜似的，一个赛过一个甜。瑶瑶，你下次要少给大家吃甜食，记住了吗？师父今天心情真好，都有兴致和我们开玩笑了。好了好了，都还有事要做吧，快去忙你们自己的，别耽误了时间。谢谢平姥姥，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见呀。放手去尝试吧，不过别有什么心理压力，相信今年的海灯节会因为你们变得更加精彩。放手去尝试吧，不过别有什么心理压力，相信今年的海灯节会因为你们变得更加精彩。和总无私交代海灯节事宜时，务必多提醒他们一句，切不可因节日将至而心生怠惰。明白了，甘雨小姐，那我就先行告退了。甘雨姐姐，瑶瑶，你怎么跑这边来了？我把甘雨姐姐前些日子想要的草药都采齐了，喏，还有一包甜甜花的种子，还有，这束晒干的清新叶子给姐姐拿去泡茶喝，对身体有益处。瑶瑶知道你最近工作繁重，但也不能太操劳哦，小心别又在草丛里睡着了。
怎么搞的？这俩人简直是董氏妹妹和糊涂姐姐。谢谢你，不过派蒙批评的在理，我在工作以外的方面的确容易疏忽，应该改进才是。哦，光顾着寒暄，不知这位先生是？哦，我来给你介绍吧。怎么了？是我哪里讲太快了吗？事情是有些复杂了，如果甘雨有什么地方没听明白，我可以再仔细讲讲。有点难办。哦，海灯节作为每年的重头戏，不仅要办得精彩，更要尽力让口味各异的礼乐民众都能满意。红色巡回在璃月并没有太高的知名度，大家反响如何恐怕很难预估。如果将所有重点都放在这个庆典上，风险不小。您说的对，我能理解。因此原有的计划照常推进，但在新提案中，我想将红色巡回专场演出申请作为今年海灯节的压轴节目。在海灯节当晚，以音乐会的形式为大家增添节日欢庆。舞台选址，就在港口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我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尽快完善这份提案。只要剖析重点，陈明利弊，再加上至关重要的阿平和旅行者的认可，七星一定会认真审视这份案子。德沃沙克先生，我需要您的帮助。关于能来璃月港的音乐家人数规模和具体食宿要求。好，我们边上说。甘雨工作起来的样子还是一如既往的令人安心呢。是吧？我也这么觉得哦。师父说过，每个人都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事情，所以甘雨姐姐不必勉强自己方方面面都变得特别厉害。照顾人的事情就让瑶瑶来做好了。哇，瑶瑶也来照顾我好不好？我肚子又饿了。现在包里已经空空的啦，但我可以把你的口味记下来，下次就能给你带你喜欢的食物了。除了莲花酥之外还有吗？所有甜食，还有史莱姆。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非常好，我完全想不到还有任何改进的空间了。好，那草稿就寄到这里，我去誊写一份。来得正好，我们这里刚好告一段落。
你过奖了。眼下的情况必须争分夺秒，我这就去向七星提出方案，请你们稍等片刻。瑶瑶，谢谢你给我带的东西，我会记得吃的。是泡茶哦，甘雨姐姐，不要干嚼叶子。好，好。那我差不多也该回去了，出来太久的话会让爸爸妈妈担心。姐姐们和叔叔要放心，一定都会顺顺利利的。瑶瑶提前和你们说海灯节快乐啦。谢谢你，瑶瑶小妹妹，海灯节快乐。有空一起吃饭呀。那位甘雨小姐思考问题非常周到，这也让我反思起来，会不会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意外情况的准备不够充分，才会导致那几次失败呢？旅行者派蒙德沃沙克先生，几位好，您叫我克勤就行。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全都了解了，先说大家最关心的结论。七星通过了甘雨的提案，接下去这段时间我会代表离月七星方面协助德沃沙克先生筹备专场演出。哇，太好了。过奖了，这原本就在七星的工作范畴之内，我们所做的只是将事情往前推进。而且从我个人角度出发，求新求变正是我所推崇的风格。因此能有如此难得的合作交流机会，我倍感荣幸。太感谢你了，克勤小姐。之前接连几次失败，我都有些疲倦了。我原以为这次也会是同样的结果，先前一直不敢抱有太多希望。没想到居然能这么顺利，简直像在做梦一样。是时候把大家都叫回来了，有了高规格的舞台，不好好露一手可不行啊。哦，大叔也很有斗志。放心吧，接下去都是大叔我擅长的方向了。音乐人还是要用音乐的语言说话。那个呀，就等之后再慢慢。啊，怎么了，甘雨？我明明听说了这件事，但那时光顾着构思方案，完全把它抛在脑后了。没关系，我连要找的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那显然不是件容易事。甘雨小姐不必太担心我，你的精力很重要，应该投在这场演出和整个海灯节上。我当时听完产生了一些联想，比如说那名女子可能是仙人，你觉得呢？不瞒德沃沙克先生您说，
我作为半仙之兽，身上同时有着人类和仙兽麒麟的血脉。我能理解寻找根源这件事背后的意义，是因为我也做过类似的举动，试图找到归属感。仙人、半仙、麒麟血脉，原来璃月这个地方的仙人传闻都是真的，不是艺术加工。对呀，不过仙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见的，就像绝云间看起来没有遮挡，也还是不能随便进出。嗯，总之，如果您要寻找的是一段失落的音乐，或者璃月民间的文化，我未必能帮得上忙。但只要最后落在具体的人身上，那我可以想办法。原来是这样，我明白现状了。甘雨，我们不如兵分两路。嗯，跟我想的一样。那好，我和德沃沙克先生摆平城里的事，确保演出进展顺利。甘雨有自己的关系网，可以帮着找找人。手头的工作还多吗？抽得出时间吗？不睡觉的话，两天时间就能做完了。等等，不睡觉怎么行？就算你身体里流着仙兽的血，连续操劳也依然会对你造成极大的负担。哇，这话从克勤嘴里说出来，真是好没有说服力。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哼，就算是我也知道劳逸结合的道理哦。那就三天。好吧，按你的步调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陪我一起吗？你不仅广结仙缘，在璃月民间也颇有人望，有你在，我会比较放心。好，那我们就约定三日后在此相见了。大叔，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各位都是热心的好人，我实在……你想呀，不管我们找到了仙人还是什么后人，邀请来一起听演出，一定是件热闹又感动人心的好事。到时候大家都会开心的，这才是过节嘛。你们说的对，好，那就让我把所有本事全都用在这次海灯节上吧。话就先说到这里。德沃沙克先生，请随我一同去确认演出场地。哦，也带上我们一起吧。说起来，几位又是怎么看待和理解音乐的？音乐就是好听的东西。不瞒你们说，我一直在探寻音乐之于人们的意义。等演出过后，我想再听听你们的回答。
灯节就意味着新的一年开始了。哎，怎么又换岗了？余杭星大人。百文，出什么事了？我依照宁光大人的吩咐在外收集情报，赶在海灯节前排查不安定要素。听说云来海某处传出了奇怪的旋律，我不敢擅自深入，正想赶回去汇报给宁光大人，可又担心事态紧急，一来一去错过了最佳的处理时机。我明白，那我……对啊，客卿你也怪忙的，城里还有那么多要操心的事情。这个就交给我们吧，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突发事件，我们都有能力解决。我是说靠他。有旅行者出手，事情应该不在话下。给两位添麻烦了，宁光大人那边我会一并说明情况，处理完毕后还请来玉京台告知我一声。嗯，替我们向宁光问好。那就有劳你了，快去快回，路上务必小心。两位保重。他会联系云汉社的曲艺人是吗？我明白了，那我尽快安排给各位排练用的场地，预计今晚落实到位。多谢客卿小姐。哎，我曾听林月朋友说起过雷厉风行这个词，当时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客卿小姐做事才感慨她原来那么贴切，林月文化真是厉害。您过奖了。百文说的地点就在这附近了吧？没听见有什么旋律的样子，就连人影也……我说谁闲的没事会来这种地方，原来是你们。叶兰，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好吓人。但你们状态还不错，我看也没被吓坏嘛。你说的也是呢。
哦，你们也是为了这事而来，那就省去了很多解释的功夫。跟我来吧，屋子周围我已经排查过了，很安全。咬住目标了。门边的其他杂物倒是很干净，似乎不久前还有人住在这里。屋子里面看进去空荡荡的，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门窗检查下来一切正常，不存在被敲开的可能性。好奇怪，明明像是遭到了坏人的洗劫，但却一点抵抗的痕迹都没有。如果是趁主人不在家溜进来的话，不太能解释门窗完好。检查的这么仔细，那你们猜出这里发生什么了没？叶兰，你没有把什么证据偷偷藏起来吧？我跟你们是一边的，又何必为难你们？好吧，我认输，我想不出来了。你呢？你也认输了吗？直觉不错。又或者，也不能算是直觉，毕竟这是你所掌握的为数不多的情报。让我和你分享一些见闻吧。很久以前，璃月郊外有一伙山贼，他们每次洗劫村庄前都会吹响号角。那段诡异的音乐并非为了烘托气氛，而是对弱者的威胁，是一种警告。村民为了保全性命，连夜逃离家宅，财产能带多少带多少，顾及不了其他。后来，山贼自然是被捉拿了，但恐惧与阴影却永远留存在了村民心中。只要听到从前那段旋律，他们就会下意识觉得又有山贼来访，仓皇夺路而逃。而眼前这一幕的犯人正是利用了这点，进出才没受阻拦。原来如此。我们的受害者胆子虽然小了些，但至少不会遭遇危险。现在的重点就看如何才能找到这名模仿犯了。放在平日多半是个有用的方法，但今天行不通。搜查一下周围，你就会明白，这名犯人不仅懂得利用旋律做坏事，在逃跑方面也很有心得。特意避开泥土路面，为的就是不在土壤上留下足迹，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沾染元素的道具，以防有高人觉察自己。但可惜了，我在追踪方面是行家，这点小伎俩在我面前实在不够看。看样子我们只要跟着叶兰就行了呢。别走丢了。既然追求稳妥，他一定会选择沿途草木相对茂盛，但又不至于折断灌木或者树枝的路线。
来，看这边。很浅，但很不自然。这是重物拖拽过植被留下的痕迹，说明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对方的前进速度变快了。一般来说，带着重物跋涉，越到后面体力消耗就越大。会出现这种反常，我猜与心理因素有关，比如已经快到据点了。看到了，那边是盗宝团的帐篷。可恶，怎么又是盗宝团？海灯节就快到了，也不知道安分一点。走，一网打尽。喂，你们是谁？你们是从哪边过来的？物证确凿。来吧，坦白从宽，我劝你不要折耗我的耐心呢。一派胡言，我还会怕你们？那你确实应该害怕一些。你做了错误的选择，你很疼。有这个事？哇，居然是那么不好对付的人吗？事已至此，只能豁出去了。叫得有点晚了，差点收不住手。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怕了，您高抬贵手。哼，自己交代吧。你只有一次机会，别让我追问，否则。我明白。我非常明白，这不是快过节了吗？我也想买点东西，改善改善生活。您别看我是盗宝团的人，但我平时对小偷小摸的事情没什么经验，要我冲上门，还真不敢。好啊，你还诉起苦来了。
哎，不敢不敢，我可都是实话实说。嗯，你继续。我想来想去，最后回忆起了小时候的事情。山贼吹响号角，姥姥带着我们拔腿就跑。我就按着记忆中的曲调试了一下，刚开始只想试试看，没想到那户人家居然真的逃走了。那送到嘴边的肉岂有不叼走的道理？我是说，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这东西我原样给他们还回去，请你们行行好，一定要从轻。你是想从轻处理，或者私了，别让你在牢里过海灯节？是这个意思。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可惜我最初要你坦白从宽的时候，你没有抓住机会。跟我走一趟吧，先生，把东西还了，随我找到当事人，当面赔礼道歉之后，我再押送你去总务司。嗯，你也曾是受害者，应该最能理解那份害怕的心情才对。难道贪欲比你的恐惧更重要？再说，有那份才艺，找点正经活不是很能养活自己吗？您说的是，哼，我点到为止了，你之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反思。收尾工作我会顺手处理掉，我们就在此告别吧。嗯，啊，还有什么事吗？暂不清楚你们的消息来源，安全起见，回去后不必向任何人提及我。搜查和抓人原本就是你们在处理，这份功劳归给你们并无谬误，收下它吧，我会很开心的。再见，预祝你们海灯节快乐。叶兰做事真利落，交给他就放心了。锵锵！突发事件，奇怪的旋律已完成。话说回来，最后也没找到机会让刚才的盗宝团成员演奏一遍那个旋律，有点遗憾呢。对吧？对吧？我就说你应该也想象不到的。跟德沃沙克大叔随口聊天的时候，我还觉得音乐都是好东西。平时我们听到的旋律就是那样吧。能让人舒缓心情，唤起美好的回忆，联想到愉快的体验。没想到音乐还能被拿来做这种事。嗯，是这样吗？也有道理，感觉我对音乐的理解又更近了一步。既然事情解决，我们回里月港去吧，百文和突发事件的报酬还在等着我们呢。
事情已经办妥了。好的，啊，两位还请留步。宁光大人吩咐过我，等你们来了就向他汇报。两位，好久不见。哎呀，大家都是老熟人啊，宁光小姐应该还在忙着海灯节的事情吧？你不用和我们俩客气。既是熟人，又岂有怠慢的道理？我理应请二位进来喝杯茶，稍作歇息。但如你所言，即便除去其余琐事，眼前尚有一场盛大的演出。演出后还得约请红色巡回方面一同探讨未来的合作机会。此外，出资比例也需要详谈后才能确定。事情啊，总是做不完的。这就已经着手未来了吗？那我们就聊些眼前的吧。你们来时可有看见今年布在港口的明宵灯？那个好像是一只大雁的造型，是以哪位仙人作为原型的吗？宁海七侠真君，你们应该记得这个名字。相传他行事自在，待人真诚，生性豁达，值此繁盛灯节，导阴魂踏海归来。如果能有乐声伴随流水传遍四方，不知道他们在天之灵是否会喜欢这个时代的旋律呢？应该会喜欢的吧。毕竟按宁光小姐说的，仙人和英雄们都生性豁达，对新事物应该也很有包容度才对。那便好。我听说你们会协助甘雨一起寻找传闻中仙女的后人。途中若是发生什么趣事，别忘了说给我听听。如此佳话，我也万不可错过
Thank you.
声音，那些符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you
不要让我失望。你很疼，闲人勿扰。我会跟上的。向我臣服吧。别白费功夫。引如剑，去吧，可别眨眼。What?